现在炒回锅肉，给你们看那个回锅肉才肥。不是，哎，不是那话，只有那个肉嘛。我们前天的厨艺还是可以的，你看。啥子？啥子？炒啊！哎，脖子那手噻。炒一块啊！我天！对。三个男人一台戏，你看嘛。来，朋友们，准备吃午饭了啊！三菜一汤。汤哎。最近你们俩这里哪个煮饭嘛？我看他炒菜，我喜欢。哦。我炒菜，他喜欢。哦。把饭吃了，吃了我们商量下那边情况。啊。对。吃了饭再商量。这边喜欢怎么样嘛？现在。终于把你等来了。啥情况嘛？说话来。现在呢，接到订单发货的问题。昨天我们整了一下午，最好的了，全国各地所有地方都掐了。今天快递公司就是单子没打过去，但是我们单子没打出来的时候，就马上就那个他实时更新就发不出了。那现在是那个情况了吗？现在那边订单有货、有果子、有物资都采购准备好了。嗯，啷个子？回去啊？不可能噻，先慢慢弄噻。现在是，乔哥，你说啷个子？你想什么还是大部分地方都可以，还是能发，京东能出单子的地方都能发。嗯，这个是。哦，然后基本上退回几率很少。嗯，因为这就是京东的好处。就稍微就是单子敲一下麻烦点嘛。我这是刚采摘的桂花啊，小这个差不多就八分熟的桂花。嗯，哦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就这样子，刚专门。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是说在路途当中就避免就是说被磕碰摇晃。这个就熟了，桂花熟了就那个颜色，朋友们看到没啊？这边发的都是那种青点的，好不？因为那个，哇塞，颜色挺好看的，颜色可以，颜色可以。这个就是熟了之后的嘛，那个桂花，嗯，没熟的话，朋友们收到货之后就是说用那个袋子给它装起来，噶，嗯，然后放个苹果箱里头，哎，是吧？把它捂到捂几天就可以就可以吃了。哦，这两天气温啊稍微低一点，就多捂几天，多捂几天。哦，什么是甜，晓得不，朋友们，哈。这个品种他们有点喊就是彩虹斑，嗯，红金龙啊，还有因为它颜色很好看。来，朋友们尝一口，朋友们啊，我终于也吃到了，在上次你们寄到杭州的没熟，晓得不？是的，啊，没吃成。这个闻到就是很浓的果香味儿，哎呀，闻到流口水了，很香啊。等了一年了，基本上每年只能吃一次嘛，海南这边气候好，口感很甜。海南的芒果确实不会让你失望的，真的好吃。它这边气候要高得多，甜得多。嗯，真的好吃啊！汁水又多，然后又甜又香又，然后那个它那个丝也比较少，几乎无丝噶那种，晓得吗？来香。你咋子？水分太多了，要呛到了，你真是。不是那叫。要呛到了，水分太足了。还敢白呀？你莫笑长哦。哎，莫笑，你笑了。呛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给你记录下来。谁在拍？我再给你认下来。你哎呀，记录下来。我都吃芒果人，你不要说话。这个叫吃到标枪，我跟你说。不是说话了。哎，像贵妃的话，它这个核啊，真的吃上很薄很薄的啊。金黄也是啊，金黄也很薄，都很薄。金黄，发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基本就这样子。这个发的时候也是那种。对，生的完了熟了就是这种这种的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啊，新南应该是卖了快4-5年了吧。最开始我们是来攀枝花的金黄啊，其实这也是第一次到海南来买金黄，很多朋友都说海南的芒果好吃，对于我们来了两次海南旅游啊，确实发现真的不错，所以这也是我们首选的话，就先到海南来做啊，桂花金黄，然后大家去这个啊，新南的橱窗啊，能拍就能发，或者是有的地方会延迟一点，也希望大家理解，这个确实是特殊情况。如果不能拍的地方，就等后面能拍的时候我们再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新南就准备给大家上架，大家就去新南的视频里面啊，去新南的视频橱窗里面自助下单，这个果吃了以后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精挑细选的，真的是好吃。